die！ 我要我的光剑，休想欺负 Mace Windu。 Richard， 如果你现在赢的话，我们这整队就赢了，我们这边就靠你了 ，Richard， 加油 ，Richard， 加油，我们这边就靠你了。然后他把他破建筑先破坏。哦，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 大家好，我是干笔电，欢迎来到我的影片。我们今天要来玩 Fortnite 要塞英雄，现在就有很多观众来加入我们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有个特别的活动，星际大战的星战日跟 Fortnite 要塞英雄有个联名的合作，会有光剑，还有一些星际大战元素。像现在商店这边就有很多什么凯罗 Ren 啊 Ray， 然后还有很帅气的动画外观。哇哦！ 但是我舍不得买，我只有 650个 V box 而已，我真的舍不得买。四分之一客家协同就是这样子运作的，好吗？光剑这边就有一个，现在在等待时间，但是这边就有一个光剑可以示范给你们看。这蓝色是上面是写 Ray 的光剑呢、啊？对，你看，好像攻击一下可以扣45滴血吧，而且它可以挡子弹，按右键是可以挡子弹，然后按右键的时候跳就可以像这样子滚动这样子。我现在应该比较会操控了。我的队友们在想去这个 Francine Farm 奇怪的农场。OK，Go Go Go！这队友 by the way 好像都是观众们，而且感觉都是蛮 pro 的观众，都超过100等，太好了，他们一定可以 carry 我。好，你们都要去了房子吗？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 By the way， 在上次那部影片到下这部影片中间，我觉得我进步很多了。高，你这次不一样了啊！我还帮助我的队友，他应该已经把一个人杀好了，他还是杀掉两个人了。天哪，太狂了吧！还有枪的声音，看起来他们在射很远的地方，应该 OK。 我先赶快收集一下资源，然后重点是找光剑。我不知道这星战活动会维持多久，我已经听到光剑的声音了。哦，我听到上面有宝箱的声音，希望有光剑，给我光剑，没有。 有光剑吗？还是没有？上面有个宝箱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我要光剑啊！不是，至少也不错。药水，看我的队友都已经有光剑了，蓝色光剑，他也有那个紫色的 Mace Windu 的光剑，还有 Kylo Ren 的红色光剑。我目前进度非常的好，哦，终于找到光剑了，这是 Kylo Ren 的光剑 ，OK， 我看我把这取代掉好了。 Oh yeah， 我是西斯猫，它攻击力好像是，我觉得是比这种剑一般那种剑攻击力高很多。我在收集资源的时候快超多的，还有37秒毒圈就要缩小了，看起来队友找到一个直升机了，该不会是这边有人吧？这边是不是人 ？OK， 哦，这边可以直接到下面哦，这基地我之前去过，这基地我之前去过，哦不是，我走错地方了，我走错地方 ，Oh my god， 离他们好远，另外一个垃圾桶。 它可以通到这个啊，这个对不对？我猜这个，它可以通到下面的地下基地，有 NPC 的那种。我为什么我走错了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困惑。我之前有下去过，但是我忘记在哪里了。哎，哦，在这里面的一个 ，OK OK， 我现在下去这边，这个厕所啊，这厕所可以通到有 NPC 的地下室，就是这里。我现在来这里 ，OK OK。 还是他们都已经杀好 NPC 了，他们速度太快了吧？看起来这边都收刮差不多了。他们高手果然就是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速度是我的两倍。我才刚下来，他们都已经上去收集好所有的东西了，然后现在要搭直升机了。OK， Let's go！ 你知道有感比例的传统，就是在直升机上面尴尬一波，疯狂的 dabbing。我们现在到离 Agency 这边肯定之前有人吧？我猜。 因为这边你看都 ，Oh my god， 我已经听到有枪战声，这边都被收集的差不多了，这边有个卡片，哦，应该就是保险箱的卡片吧，我试试看。好，这样开起来了，我打开保险箱了，我终于有贡献了 ，Go Go Go！ 里面有什么？那我需要一些东西，我现在就有3个可以加50% 的保护盾，那我就直接用下去了。外面是有人吗？应该是 NPC 吧，没有是。 上面有人，我不会像上次这么烂的，我跟你们保证，我不会像上次这么烂的，拼了！先补充好药水 ，no no， 我这段时间的训练是做什么用了？我不会像上次这么烂的，高，你这次不一样了啊！我以为我准备好了，我这段时间训练，我的光剑都没有派上用场 ，come on， 杀了他 ，yes， 他们为我报仇了。
哦，现在复活我吧，不是我太烂啦、啊、应该是敌人太强了。你看，现在这个一百多等的他们现在也挂了，而且我刚刚是被偷袭，好不好 ？No！ 不要挂！他现在是37滴血，我的全队只剩下 Ritual 跟 Wong 两个人了。然后现在 Wong 在复活我，我太感动了，我真的要哭出来了。I'm back, OK， 而且带着愤怒回来。只要我拿到我 ，Oh no！ 废话太多了，我拿到刚刚杀掉我的人的光剑了，我现在就不会挂掉。然后我现在要拿这个别人的复活卡帮你复活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很优质。然后光剑，光剑，看光剑的好处就是可以挡子弹，下去 ，die， die， 他在哪里？在上面，在上面。Yes， 哈哈，光剑就是可以挡子弹了。但我现在只剩33滴血了，完了，我要挂了。我只剩15滴血了。No， 我不是在毒圈中，你射屁啊！我自己也觉得我真的好烂。什么？他竟然还想可以救我？这位观众，你虽然长得很丑，但你内心好温柔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拿什么治疗的东西吧。我现在只剩10滴血啊，我必死啊！可以再救我一次吗 ？Hello， 现在救我！不要，先不要走，先不要走啊 ！No， 我们这一队全部被我一个人拖垮了。OK， 再一回合四人的 Victory Royale 模式，这一次我也好预感。要再来下去呢，小队们，就是这个农场吗 ？Let's go， 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，因为我要认真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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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哎，这房子都是我们四个人的，太棒了。OK， 很好，有枪，然后有药水。我先把药水喝一喝。我要找光剑了，我真的很需要光剑。Yes， 我杀掉一个人了。我猜后面还有人。我杀掉两个人了，后面还有一个人。先杀掉你的队友了。你两个队友都挂掉了，现在就换你了。我觉得他躲到玉米田里面。这边还有个敌人，要小心哦。我希望他们听得到我的心里话，我没有开 voice trap， 所以我希望他们听得到。我需要光剑。这段期间我的建筑技巧还是一样烂，你们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我的建筑技巧还是一样烂。这边看起来是没什么东西了。撤！他们都去那边干哦。我在那边是因为那边有敌人，那刚应该就是刚的小黑人吧？小黑人也挂了。好，他们那队应该是全灭了。Let's go。去找哎、欸！你们都很帅，光剑为什么我都没有？我也要有光剑啊！原来这边坐下好不好 ？Fun fact： 我一开始来玩 Fortnite 的时候，我一直按一，以为是可以升高直升机，因为 Jailbreak 就是按一可以升高你的直升机。结果在 Fortnite 里面按一是跳出了直升机。我一开始玩一直都搞错，这人疯了。等下这边是有人吗？不然我说。哦，这边有人哎、欸！你看高手跟菜鸟的区别就是，我刚刚下来就看到卡车。他们下来是看到敌人，我们到底要降落在哪里？总不能一直飞吧？这边肯定有人。我还记得这个是上个集最后结尾那个冰棒，然后害死我的地方，那个垃圾冰棒害我。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，对不对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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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OK OK， 不错不错，有进度了。我真的想要去房子里面找一下光剑，我不得不脱离一下队伍了。知道我一般现在在玩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这么常跟小队都窝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还是需要一些资源，但是一常常跟小队在一起，你就很难拿到资源，因为他们都先抢先一步拿走，你知道吗？但这边看起来是已经有人来过了，感觉不太有可能会有光剑。这边有敌人，这边有敌人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OK， 他们要杀死一个敌人了。Nice team。我现在要继续找，终于找到我的光剑了！终于找到我的光剑了，而且还紫色的。我的梦想终于达成了，我终于拿到 Mace Windu 的光剑了，太棒了！这大概花了我一整场的一半时间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敌人是不是 ？OK， 小心，我不想才刚拿到光剑就乐极生悲。好，收集一下。OK， 没什么东西。这边有很多敌人哦，有个队友飞过去了。我觉得我比较不适合飞过去，我比较适合远距离的帮助。我来更近一点，再更近一点。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，我拿了我的光剑来了，跳，跳，很好。No，Richard，No， 是时候建筑模式。这边有个人 ，Die。
Die！ 我有我的光，它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很烂，你也要乱盖一通，别人就会以为你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就乱盖一通，像我一样乱盖一通。我就这样乱按，然后别人就会以为你很强。然后看我现在乱按，居然还没有死掉，休想杀我！我有光剑，我是 Mace Windu。OK， 先让我在这边回个血，一切都在掌控中。OK 的。没事，外面有个人，小心。我只差3秒就好了，光剑拿出来。OK， 没事。试下补充衣。OK， 好，我来了。需要我什么帮忙？还是你们都已经完成了？上面有人，带。很好，我有杀到他，我确定我刚好杀45滴血，看起来是有真的有用。现在有一个人挂掉了，谁？旺，我最爱的好朋友，他挂了，我明天得去救他吧。但是附近是不是还有人？我先收集一下。OK， 收集到了，我一定要救他呀，他是我最忠实的伙伴，最近的一个复活点在这里。现在只剩8个人，我觉得我们很难复活他了。通常高手到这时候都不会复活别人了，我现在就跟他们走吧。Go。我尽我全力，我知道我很烂，但我尽我全力。敌人似乎在这里，现在只剩7个，我们这回合真的有机会吃鸡。在哪里？下面那边。有种出来啊！ No， 队友麦克挂掉，他们真的高手级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对付他们。好，飞过去，我要飞过去。用光剑跟他们 PK， 他们在上面，你躲在下面，不要过来。Die！ 我要我的光剑，休想欺负 Mace Windu。Die！ 我只剩16滴血了，我带我的光剑，我有光剑。No！ 最后3个人，我们现在还是要 Richard 活下来。Richard 加油，就是1对1。Richard， 如果你现在赢的话，我们这整队就赢了，我们这队就靠你了。Richard， 加油 ，Richard， 加油，我们这队就靠你了。看到他把他破建筑先破坏。Oh my god！ 你们刚刚看到吗？他只用狙击枪超快速的开进，然后直接爆他头，扣315滴血。重点是他的。开进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然后就直接射中了，哦，太溜了！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部影片。我觉得这光剑真的很好玩。我希望，但我知道不可能，就是他们的光剑可以一直留在 Fortnite 永远之类的。每周一三五看 Billy YouTube， 我是有感比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